OK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明谦。现在我要为你介绍一个音响 Vision 音响呢，这个音响是很好的。这个音响呢是很好的，它可以播放很多，它可以播放很多歌啊那些什么的，还可以，还有这个铃声，这个 2.1 的这个 home speaker system， 还有这种的 USB 可以插 USB， 还有这个 MMC， 这个是什么啦 ？Memory， 没有这个我也不知道啦。然后这个是 MP3， 这个是 SD card， memory card， 这个是它的模件是 RAV2336， 这2.1 channel。OK， 这个是前面，旁边还会有些这个 reason 什么的，还有些怎样它的 bass 啊，它的噪音啊是怎样的啦，它的后面也是一样的，旁边也是。上面也是，下面也是，下面是没有东西的。这样子，我要打开了，看看里面是怎样啊。开。等一下，打开，这样子打开就可以了。它打开是这样子的，它的里面是这样的。拿出来，这个是它的线，这是它的喇叭，它的那个什么，还有几个。然后这个是它的 remote control， 然后没有用的话，它的就是这个是它的 bass， 你可以按这个 play pause， 还有这个是 volume 点 volume， 它的声音减少 volume 减多，大声小声，然后这个是 IR， 然后这个是 mode 是你一开的时候它会有灯，然后你可以 control 这些 bass 啊，这些这个什么啊，这些东西可以调，然后这个是大小声也是一样。它的 remote control 是这样子的，你可以按 on off button， 还有这个 play pause， 还有 mode， 还有那些12345，还有这个 return 那些什么，就是要放那些 pen drive 和 SD 卡还可以按的。OK， 现在我要 plug in 那个 speaker 了，等一下啊。OK。它插进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我刚安装的时候是这样子，你要我是看它的后面，这个红色线还有白色要这样子，这个之前这里是白色的，这里是红色的那个什么的，然后你是要这样子，要
这边是白色要上红色，这里白色要哎，这里红色要上白色，然后这里白色要上红色这样子，然后这两个是 left line， 它的声音，然后两个一起插白色的，这两个都是白色的啦，然后还有写那些 ，OK， 然后我们打开，开呢，还有这个青色灯。还有这个清澈灯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把这个等一下插下去我手机，然后你可以 control 那些 base 啊什么的， control 那些 volume、okay、没有，不是，我还没有告诉你，这个我是没有用的，是你可以插电视机啊电脑啊还有那个手机啊，那些很多东西就是啊。OK， 现在呢，我只要试看呢，这些这个是啊 ，pen drive， 还有这个 memory card、SD card， 要看它的声音是怎样的。那首先我先要放这个 pen drive， 看它的声音。没声音，要等他走着，他会有这样的声音。开，你可以这样子，这个 bass 是没有这样多 bass 的咯，你可以开到完。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啦，你可以这样子，是这样子的声音会近一点点，然后这个你可以这样子转，然后这个是 volume。这样子关的话就没有声音咯，这样子开的话就有声音咯。OK， 还有声音就是这样子，这个是 pen drive 有声音，全部都是一样的，那些线啊，这个线 pen drive SD 卡只是一模一样的声音而已。OK， 现在呢，我要放这个 SD 卡，也是放在这里。它的声音有点不一样，哎，等一下，再试一次。再试多一次这个 pen drive， 有点刚刚有点问题啊。放 SD 卡也是一样，它会动，会闪闪闪。你仔细听它的声音，跟 pen drive 一样的。他的语文错啊，他的语文错，其实那是坏了的，是 control 不到了。其实这个已经买了很久，我现在还放那个 video 在 YouTube， 可以用 control 的啦，可以也是一样，可以了吗？拿出来，没有用的吗？也是一样，这样子罢了。这个线一样的，他的声音只是一样的，可以，看啦，再放多一次。它的，它下面有这个 bass， 可以看它的这个 bass。然后等下我会把这个脱掉，然后试看它的 bass。现在先看这样子，没有还没有拆起来的时候，看它是怎样的。在分开以后，每到一个人生活，偶尔会难过，再想起你的时候，不再联络，也许这样我们。
的杯是这样子的，还没脱下来的杯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哦，继续，你可以换歌或者什么要插片段那些哦，然后你就可以按这个 volume 键， volume 加，哎，没有，这个不是 volume 加，这个是 next， 还有什么？可以按这个，这个是后面的，然后这个是前面的，刚才我是讲错，这个还是 volume， OK。它声音是很大声的，很好的。它声音就是这样子的。Hello， 夏天 ，Goodbye， 冬天，交替着我们的故事。试探一下下。哎，试好了之后呢？现在我要关掉这个喇叭。现在呢，我要拆这个 ，OK？ OK， 已经这是一螺丝已经拆出来之后。就可以这样子慢慢的拿出来，它这里面就是这样子，哎，我们先要试看它的杯，先放这个布，要放这个布还可以，还要去这里。